北边的潭场，你刚刚又放高空烟火，蹦蹦向前方看到了凌霄宝殿，大红蓝天宫凌霄宝殿，大红蓝天宫凌霄宝殿，百年小轿，第一次举办建轿大典，7天呢。民国106年年底到107年的1月6号，这里北营将军这边的潭场，普渡潭。